总结一下，辟谷七天我收获了什么？我收获了三点。第一，皮肤细腻了很多，你看我是没有化妆的哦，皮肤细腻了很多，不出油了，真的自己摸起这个皮肤都觉得特别的舒服。第二个，体重减了5斤，本身我就不是特别胖啊，然后呢现在呢身材更苗条了。第三个，觉得吃啥东西都很好吃，一碗白米饭都觉得很香。你们想知道辟谷带给你什么，你得自己去体会，每个人在辟谷的过程当中他收获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，功课做好了，辟谷是很享受的。